青田姑娘，你说完了吗？状纸在此，请皇上主持公道。太后，已经审完了。好，皇上，原告审完了，该审被告了。啊？是。被告，你有何答辩呢？被告请求传召证人。传召证人？谁是证人？和珅。不，太后，不不不不不啊！和珅，起来说吧。这是楚夫人的孩子，他不是已经被灭口了吗？他入宫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，哀家不忍心。太后，我把他藏入冷宫，皇上没有发觉。哦，这孩子不能留在宫里。太后，把这孩子赐给奴才吧。你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奴才想收养这个孩子，把他当作自己亲生女儿来养育。好，好。楚夫人这件事，李仪对不起你，大清皇室对不起你，唯独和珅，他没有对不起你。女儿。